三温暖。那大家注意一下旁边有没有中暑的人哦，真的，平平安安的回家。这里也会中暑，是不是？一定会，我都快中暑了。哎、欸，我找不到了。接下来这首歌其实是，你知道我其实一直很想要写一首大合唱的歌曲，可是你知道小弟不才，写不出来。但是总之呢，反正我们有一次，因为我们募资达标，然后我们就办了一个抢听会，到场了50个人，他们跟我一起唱了这首歌曲，我当时真的非常感动。希望接下来等一下你们在场的各位，也可以一起唱这一首歌。这首歌叫做《来自1960》。